编号28的 Jojo Lee 为我们带来的闽南语歌曲《独有》，有请 Jojo 来，舞台交给你。两位评审好，线上的观众大家好。对不起，主办人在跟我讲话。OK， 来，你醉了，我没有醉啊，我是听到晕掉啊。OK， 有请啊、谢老师讲评。周周你好，老师好。那个沙鸡半米哈、哦，一开声啊，你就收没有放出来了。沙鸡半米要这样唱。好的。哦啊，不可以收在里面。还有徘徊啊，那个徘徊啊，华语才讲徘徊嘞。拜会 啊不是排啊，啊排变成华语了。感情那个情要有翘舌音哦，要对相透，要吹哦，相透。最后一句是吗？
你两次要小心啊，有一点瑕疵啊那边，哦，差一点进不了拍啊，要注意啊。还有那个三明，那三明，三明，啊，鼻韵这些啊，鼻腔很重要，哦，要注意一下。好，好，永林老师讲评。哇，你的服装哦，如果是在线上乍看之下好像是真空哦，其实是里面是有穿的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你是故意要掩人耳目吗？OK， 整体我是觉得你的高音啊是你的弱点啊，那个尖昏比抓波啊，这边高音啊两段啊都比较牵强。那刚才谢老师讲了钢琴跟简会咯啊，你都是唱简会钢琴啊，这个是很基本的那个闽南语的发音，我们要小心处理哈、哦。啊，你在副歌方面啊，你在第三段哇，你的气势哇，你有展现出来，我知道你要加强你的层次，这一点是值得被赞许的。可是你今天的高，你的致命伤就在你的高分，也就在你的高音部分。所以你加强你的高音部分，或者说状况如果不好，如果你能够简易来唱，或者对你的胸腔音够的话、哦、可能简易对你比较适合了。可能多多练习你的高音吧。好，好，好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来，谢谢。